就是把鱼肉做的像香肠一样的，然后做了一个天妇罗，四种串儿，每种两个，从那句对吧 ？With me， 副题。嗨，好，金枪迪日本人乌马安达和老吴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答应大家的老吴妈终于今天来了啊！今天呢，有一个我的老北海道的同乡，一个的店，也是日本餐厅，那个人挺好的，不错，但是呢，就店是我们第一次来，所以呢，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？店的名字是东京鱼鱼，咱们是鹿鹿鹿。哦，可乐的，哦。ここ、お、東京物語、東京物語。あれ開かないよ。え、何これ？这儿、あ、挺大的这店。哎呀，这么大的啊！第一次。来吧，来吧，啊，来，哎，干杯，再次干杯啊！挺浓的，这海报是吗？挺浓的哦。我们今天点了一个套餐，然后又点了其他点东西啊。这是套餐里的辣白菜，然后中华海草，然后还有这个呢，是人家现在正在试做中的一个，就是把鱼肉做的像香肠一样的，然后做了一个天妇罗，日语叫イソベアゲ。然后这个呢是天妇罗拼盘，还有蔬菜沙拉。这个是孩子点的鳗鱼饭，还有玉子寿司，然后还有一个冷荞麦面，好吃吗？嗯，回心。烤的多春鱼，我们点的套餐啊放在这边啊。点评是198，但是现在呢好像有活动168，反正目前看这个量还是挺多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哎。这个就有点像鱼豆腐，是有点哈，鱼豆腐炸完以后，然后上面撒了一些海苔粉，味道还可以啊，还有这个也是套餐里面的加州卷儿，他们家这个味道和这个感觉，有点像那种大众食堂一样，对，在日本的大众食堂，感觉它定位就是这样的，也可以，差不多，物美价廉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味道还不错，不错不错，还行，这是套餐里面的是吧？对，好，四种串，每种两个，然后这个应该是鸡心、鸡胗、鸡生蚝，还有应该是鸡软骨，这个量真是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啊，我想起就是在家乡的大众食堂，什么都有，实惠，实惠，还行，你不能要求人均300-500的那个感觉，那要求这种食堂嘛，对对对对，不过我觉得还挺好的，还不错，挺好的。你想点一个这个套餐，喝点小酒，然后一个人100+150，100+，看能喝多少酒啊？对对，顶多200块钱，差不多，对吧？你说鸡蛋吗？那个，可以可以的，烤得不错，你说更多动作了，对，下酒，下酒的啊，它那个味道挺不错的，我觉得可以，还行。厨师还是比较精心的吧，就是刚才那个北海道来那女的吧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是她就是厨师吧，厨师长，再尝尝他们家这个天妇罗的虾啊 ，OK OK OK， 没毛病，没毛病 ，OK， 那行，正常，那就行，嗯，哈哈，里面两碗汤，哎，来，你看他一样，嗨棒，嗨棒，嗨棒，你把这个。挺快的呀，喝的老吴妈。什么呀？我呀，今天北海道的老乡嘛，对 ，look look， 太棒，重新开始啊！第二轮，第二轮，老吴妈今天这个挺好的，高兴，嗯，不管怎么说，气氛好，嗯啊，老乡那边过来了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吉心，有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。
他也有，他是幸福，对吧？有四十年在北京拼命干活，值。感谢中国，感谢北京，真的，我的心里话。来，哎，还有感谢充电器，带了吗？带了，但是今天不喝吧。有机会以后回那边，就肯定是给粉丝们介绍一下。你给大家拍拍，好吧？拍，真正的那个里面的，不是主流的地方啊。就是一个乡下的那个套餐里啊，还带两碗汤。可以。这个我们就是能喝出来，不是那个。单纯的把外边买过来的米索做的，它还有一股煎鱼的那个那个很浓的味道。还行，总体来说还可以。就这些东西你告诉我是日本人监督或者是他自己做的，我信。反正今天来吃了这些东西感觉还可以。哎呀，今天喝点哈，少喝点挺好的。对，省得每次粉丝都跟我说少让老姑妈喝点，少让老姑妈喝点，好像我灌你酒似的。哈哈哈哈，我的充电器是不错，跟着我四十年，充电器对吧 ？With me, 41 男的 A 吗？56吨，哎呦，我这真是高高兴兴的四十年。那今儿啊，就不像往常一样啊，那个结尾不出去了，因为元宝已经睡着了，一会儿要抱他上车。反正这个店吧，我觉得就是大众食堂，对，东西呢也不贵，还行。我预估啊，应该这些，然后加上那个刚才鳗鱼饭啊什么的，一共可能不到500块钱，因为我们又喝了两三杯酒嘛，所以如果是不到500块钱的话，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便宜，所以你也不要要求太高啊，一个人100多，这么一个感觉吧。那想了解更多北京好吃且正宗的日料，请关注吴妈安达。那吴妈那句话，请大家多多点赞，多多转发，谢谢大家了啊，谢谢了啊，熟练了啊，熟练了，博主，那我们下期见啊，拜拜。